我们今天市长候选人林根仁会针对两位候选人进行一些质疑，召开记者会。好，那我们现在欢迎林根仁市长候选人。好，各位媒体先生、女士、小姐，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我要讲的啊，我要请问一下双红。新竹市在林志坚与沈惠宏主政之下，市府的重大公共工程，除了我们之前讲的炼金术之外，还存在疑似黑箱作业、偷工减料、施工品质欠佳的三大问题。黑箱作业，新竹这事前审计室啊抽查市府18件5000万元以上的工程，既然啊钱多没有针对材料数量做实质的审查以及留存的记录，其中甚至有高达60%的工程完全没有要求设计建造厂商在结构数量计算书注明数量的内容。市府的重大工程的工程材料数量都没有记录，这要如何验收？这跟黑箱作业有什么不同？市府的重大工程既然没有建立预算书图的审查机制，请问沈候选人，这就是你所谓的内部管控没扫过吗？第二，偷工减料。官埔国小一期的工程与承德高中重建的工程，两件最有利标的计额工程采购，都被审计室发现有结构工程材料数量异常编列的情形。另外，斥资2.1亿元的西大路停车停车场工程，1.6亿元的元道五地下停车场工程，在结构工程部分工程的契约数量也未依照规定的计算，影响金额甚至超过1000万元。结构工程材料数量不但异常编列，甚至没有依照契约规定的计算，这难道不是偷工减料吗？我要请问沈惠宏，是否对于厂商的查核，难道是闭着眼睛进行的吗？这就是你所谓的外部监督没扫过。第三，施工品质欠佳，市府多项重大工程都是采最有利标的结标方式，既然是公开评选优质的厂商承揽工程，就应有良好的施工品质。但根据审计室的报告显示，停七停车场的工程与元道五地下停车场工程皆采最有利标结标，不但施工品质的查核结果欠佳，连执行率都偏低。请问沈惠宏，是否多项重大工程被审计室认为施工品质欠佳，这就是你带头的城市光荣吗？另外，我要请问高鸿安委员，这段期间面临的各种争议问题，全都源自于你的国会办公室。立委2年，一个不到10人的办公室都可以搞出一堆问题，请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治理一个城市？高鸿安说，他的助理都是自愿缴交数万到数十万元的办公室公积金，这种说法不但颠覆了正常的逻辑，更令人疑惑，这种梦幻助理得到哪里去找？柯文哲主席应该提醒高委员，说真话不难，困难的是要圆一个谎，必须编出更多的谎。我在这里请问高鸿安委员，有一位市长候选人涉嫌诈领助理费，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依据地方自治地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县市所长贪污一审有罪，立即停止。请问高委员，你会把你的选票投给这位候选人吗？第二，你会期待一位涉及贪污的候选人去揭发弊案吗？第三，你认为一个官司缠身的候选人可以胜任治理城市的重责大任吗？第四，你认为一个要员工缴交公积金的冠老板，你可以指望他成为照顾市民的好市长吗？青年是政治人物的最基本的底线。新竹市这一场选战，全台瞩目，不但是对候选人操守与能力的严格检验，更是攸关基本道德的良知守护。让我们用选票阻挡贪渎，用选票下架民进党，支持林根人。我们会为了建设科技新竹市继续努力，我们也会继续支持两性平衡，增加更多女性一起来参与市政。林根人清清白白，实实在在。我们在选举的最后几天，我也在这里呼吁、拜托、恳请所有新竹市的乡亲好朋友，给一个人清白、清廉、正义的一个候选人，我们让新竹市的光荣找回来。我们一起冲刺，一起努力，我们把新竹的这一场胜利让大家能够共同共荣来拼新竹的未来。谢谢大家。好，那个现场有媒体要提问吗？那个，这边第一个是选举剩下两天了，那您要如何团结蓝军？好 ，OK， 好，那刚刚整理。好，那这边整理那个媒体提问，就是第一个是刚刚选举剩下两天哦，您要如何团结蓝军？选举一时的，朋友是一世的。我想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新竹市市民未来过了好日子在努力。选举剩两天，我想我们继续用政策的主轴，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最照顾市民的市长，让新竹市没有苦人。我想我们要让市民过好日子，希望大家能够团结新竹人，支持三号的林根人。那个另外刚才余邦彦副议长再度发文挺高安，您的看法？我想选举的路途上面一定会坎坎坷坷，林根人一路走来，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我们有理想的目标，希望让市民过好日子。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最照顾市民，谁能够给市民的未来更好，谁能够把过去的弊端能够找出来继续追下去，谁是清清白白，谁是实实在在的候选人，我想市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对于林先生他是否去北检缴交资料，我不清楚，我不予置评。我们国民党新竹市党部许主委
也是我的竞选办公室的主任委员，更是新竹市议会议长。他一路走来相挺林根人，他为这一块土地，他每天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新竹人过好日子。当然外面的声音纷纷扰扰，但是林喜秀的议长、喜秀的主委始终不离不弃，始终一直跟林根人鼓励加油，希望最后的几天大家能够众志成城，团结所有的蓝天的好朋友，团结所有南京的所有支持者，我们一定要回归，我们一定要让市民过好日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喜秀瑞的号召之下，让唯一提名的林根人能够在11月26日能够胜选。我想这是所有新竹市民一定能够在议长的号召之下，在11月26日用选票全力来支持林根人，团结新竹人，让3号的林根人能够带领新竹市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好，谢谢，谢谢媒体提问。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哎，那个现场媒体有没有要补一些画面的？